真是哦，北星啊，都北星啊。啊，这还在干嘛？哦，那个是全场的。全场。嗯，就是整个全部都看得到的。哦。然后这个是移动的，然后有一个是慢动作的。你看 NBA 的时候，不是很多都是什么？他会慢动作回播，然后一个是一直移动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全场的。对啊。对啊，那就这样啊，一定要三台，要不然我一个人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啊，声音会录进去吗？会啊。所以我现在在讲话，对，录进去了。有啊，录啦，全部都录进去啦。哇，徐凡，你就不要动就好了。哇，太夸张了，这样要打什么？喂。差一点点，沈玉伟就要来了。我叫他不要出门。对啊。有啊，他就因为王振宇在，他就说那他不要出去了，他怕王振宇洗的比他多。超扯。这个运球怎么那么像沈玉伟？